各位好，咱即马开始来上课。大家请起立。今日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拄只上一点钟会忝无？未，咱阁继续来研究哈。咱这十八班的武艺吼，拄啊几班尔，还未拄啊八班尔，还十班还未练吼。啊，练十八班练了好吼，后摆啊就坐甲在安尼哈。谦虚是美德哦，这大家拢样讲吼。啊，毋过谦虚吼，那是过度吼嘛唔好。所以讲哦，过于谦虚吼，会让人感觉安怎？太虚伪啦，还是讲吼，无担当啦。虚心吼，就是一定爱正确啦。谦虚吼，你若像咱这吼，我拄只开会妇女会讲，什么人想要做副会长的举手，家己爱勇敢站出来讲，我会晓，我来做。啊，这都免客气的嘛吼。啊！哎呦，我袂晓。啊，拄则讲迄朴树朴个即个吼，啊朴个嘛讲袂晓嘛吼，敢是对无？讲袂晓啊！啊，你袂晓，送会晓吼。所以讲袂使谦虚过度，迄嘛无正确吼。啊，你着有能力，着是爱站出来来服务吼。安尼吼，才会当得到你应该得到的，迄老天爷要给你的呢。对不对？所以袂使谦虚过度啦吼，啊，过度的谦虚是演变成吼，啊，无就讲一种自卑啦、自卑啦。有诶讲，哎呦，我袂向进，啊，好像自卑嘛，哦，爱是讲不热心也可以讲啦，哦，啊，久而久之啊吼。久啊，咧写作安尼吼，细枝去啊吼，会侵蚀掉人的信心，给让本来优秀的人才吼一无进展，一无所有。不逼自己一把，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多优秀。安尼对唔对？家己有能力就爱讲，啊，咱这吼是。世界吼，世一百年哦，无当拄到这个机会。咱四百年来，敢那民政府初次要建立家己的家园，咱有家己的政府娘娘，只有这种条件，无门都没有。哪一国你要当官，叫你家己举手站出来都有？对，答有。无啦，绝对无，迄也是拄好来台湾民政府甲有诶啦，嘛是咱诶领导人，咱诶林博士，伊所规定诶讲，只要你为台湾，你自己可以站出来，啊嘛依照他的交代吼，站出来，你有想讲我要来做啥，啊都会使安尼，做看卖也未使，怎搁讲嘛，未甲你激发嘛吼，啊所以咱一定要。替自己争取利益啦，莫失去迄机会啦吼！你若是家己无小可勉强一下，人哪会知影你遐优秀？啊，无讲啊，咱也毋是伊落巴肚底个面虫啊啦，对无吼？所以吼，来遮是拢大家拢拄好熟悉嘛。啊，若无人甲咱熟悉人甲咱讲，咱嘛毋知。所以呢，我嘛无捌遐济人，所以要自己推荐出来。你伫对一个部门嘛同款，去到国州州长，我也要做啥物？来，我有办法。啊，若无呢？讲落也是嘛有办有办法哦，就把自己推出来，话讲这只勇敢，咱搁对伊啊。所以吼、哦，只要你有迄个愿力啦、愿力啦，就可以实现你的梦想，吼、哦。你若讲哦，增计也会成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增计嘛会成啊，增固啦吼，增固嘛会成安尼吼。天真坦率，咱就是讲吼，坦诚固然是好，可以避免不给别人有机可乘。
容易被人打败，就是讲你若想贪白吼，固然是足好诶，啊，但是贪想贪白嘛无好。我曾经在开会的时候，看到人吼自我介绍吼，介绍囝仔饲鸡、饲鸭、饲猪、饲羊，拢总介绍，不一定讲吼那么坦白啦。啊，有诶人是安尼啊。一生全部拢提出来讲讲的安尼吼，好像吼，哎嘛无需要啦吼。人我以前吼，初初咱即讲个做下岗人啊嘛，啊我本来吼收入要送我去日本去读医学院的时阵，就甲我讲，我着走到台北的时候，落脚下来先学日本话嘛。啊，阮一个同学台北住足久啊，伊讲会过会过的，来我甲你讲一下哦，要讲啥呢？你安尼哦，鬼鸡毛拢互看现现呢？我讲是啥呢？鬼鸡毛互看现现。啊，我着实话实讲啊，袂使安尼啦，人家台北呢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实话实讲，有时也不要太坦白啦。安尼吼，嘛是吼、哦，互人会当甲你算计，啊，会讲你差不多几年黄啊尔，尤其咱头头啊要做官尔嘛。袂晓假会晓，嘛是爱假加作成哦吼。啊，你唔茫假敖分假鬼分甲伤大方，起毒草嘛唔好啦吼。但是吼，嘛袂使去甲一个，哎呦，歹势哦。啊，我逐项拢袂晓，无你甲我教一个。安尼你要做啥物中官？对唔对？袂使伤贪白咯，一定茫伤贪白吼。袂晓学到下，我有一个。经济部的朋友甲我教对一步，做官哪有简单，哪有困难？我讲啊，无要安怎做？我真正袂晓做官呢，我晓做官尔呢。伊讲我甲你教，足简单，去甲一个驾驶实职出来，来，请你哪一个部门，哪一个部门都来给我报告三次，学三摆就会啊，对唔对？录音机厂的拖地录嘛，你知无？伊讲。太袂用做官，较大嘛较做。我讲哦，你就是用这哦奥博的哦。伊讲奥博嘛是博，对不对？叫因来报告三次吼，我录音甲录起，我就知道这个要怎么办了啦。我安尼嘛一步呢吼，这足好的办法呢。哎呦，我嘛会感谢我迄个朋友哈。阿伯啊，恁家拢学起来哈，录音记录的叫伊来报告，吼，报告你这个业务安怎做，你安怎执行。啊！报告三次，卖三次啦，一次录音等下，暗时啊，改背起来听听听，出来讲哦，我知道你昨天那个哪里要改歌，啊，忙改搞改不好的啦，对不吼？都爱真正捌的，啊，那无爱讲娱乐啦，讲哦，你昨天报告这个哦，我回去研究研究吼，你足好诶，你这吼讲认真加油，我会嘉奖你，伊就阁继续甲你教，对不对？这拢好保守啦哈。人最大的靠山是自己，不要依赖别人哦。依赖别人，靠山山的倒，哎呦，靠人安怎？哎，靠山山的倒了哈。女人无论是有钱啦哈，还是该去做工课，拢应该好好工作啦。衣食无忧，靠生活不见得会永远不变啦吼。就是讲，你即阵查某人，恁的翁偌敖，赚偌济，你开，随时要有危机意识。恁那是已经站出来啊，茫等下阁嫌嫌讲，啊无我宁可卖咯，啊，着阮翁赚边边就好啊。吼，啊你想想的要打出去，阁纠结啊。想先啦吼，卖安尼想啦，勇敢站出来就是，无论怎么样靠自己最牢靠。哪一天，人讲无病长嘛吼，人嘛无病长，老公让你靠，有时候一辈子也袂当讲吼，完全让我们靠。所以这是乎女人一个警惕，就是讲吼。只有靠自己好好工作，你的未来才有保障。既然咱用到这块啊，有够好无？这不是铁饭碗呢，金饭碗呢，对不对？
咱要好好把握，不要再想说啊无，会像我就好啊。哎呦，都无阮囝给我，啊无，都阮翁给我得着，我是拢靠自己啦。但是即马都唔拄好，讲阮祖囝都要给我，我嘛罔收啦。安尼啦吼，无从来我没有想过要靠谁。不过我细汉，到大汉，即卖感想，我们台湾真的教育失败。我含亲戚朋友到即当今无一个人吼教育囡仔含我同款。我唔是讲我足敖，我自细汉吼，因若要提钱、要用钱、要要求啥，我就讲我即马认真趁互恁，恁爱珍惜，要努力。后摆啊，我是要靠你哦。好，我即句拢甲挂落吼，挂到即马足有效的啦，真正足有效的。阮的朋友亲戚吼，我拢听讲啊啦。哎，恁都爱认真呢，后摆我若无要靠恁啦，这好是恁家己的呢，安尼敢对？大家拢嘛讲安尼，我讲安尼饲囝要创啥？吼，无啊，啊囝伊有囝的自由，袂使予伊遐自由啦。这就是讲安怎呢？好嘛，有好是安怎呢？传宗接代，而且他一定要有道德规范。爱有伦理规范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无要情侣对去啊！啊，你若收到囝的钱吼，吼、哦，迄感觉足友好啊！你敢知？吼、哦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咱当然，咱年轻，咱爱对时大人，咱做榜样互伊看嘛。咱对时大人嘛是同款爱安尼，互囡仔看。人迄就讲安公托安伯嘛，所以呢，好的教育。因为咱呢，老爸一个啦，老母一个啦，啊，囝拢过来，咱拢会好呢，对不对？有孝一分嘛，啊，下底若生三个，三分呢，哎，这种的上好的投资吼，你若教无好嘞，拢过当啊，三个当啊讨钱吼，你看会活无？真正袂好啦，你予一个人饲吼，予一对翁仔某饲吼，你爱饲人几啊？对翁仔无，有诶，搁生孙倒来，互你骗，互你饲呢？吼、哦，毋是要饲一代尔，滚啊代哦！我甲阮诶两个祖囝骗拢讲，恁安怎爱我拢未管，你们都自由，但是未使生孙倒来互我骗。吼、哦，我饲一代无爱找，饲两代未好。我饲一代若无靠就好啊吼，咱就安尼耍吼，我就要来食菜啊吼，来修行啊！你搁找第二代，买命搁对唔对？所以吼，一定爱教好。咱囡仔若教无好吼，遭殃是自己。所以从你人开始，咱家己一定要有规范。为即马去，咱只比如吼，好教好翁惊到好无？好翁惊到。予伊个薪水完全摕来咱裤底啊，好无？伊讲啊，阮个阮兜迄个女人毋知有安尼无？你讲你问高会长，迄拢伊讲个，吼、哦！啊，咱买房听啊，来对人较好个啊。哎、欸，人外口迄拢足敖师奶呢，恁有学着无？我虽然袂用师奶吼，有那是很迷人呐、啊。啊，但是吼、哦，恁爱学长个吼。爱像咱个阿娇安尼啦，阿娇伫个海洋之声吼，你毋捌听伊广告吼，迄迷死人啊！卖像迄菜瓜安尼就好啦，菜瓜吼，好伤酸啦妈啦，迄因恁老公哦，我看会去叫我陪，吼啊吼，这足重要啦，捍卫维护自己，你咱就是讲，伫啥物场所，咱一定要捍卫自己。尤其咱是最高单位哦，咱是政府机关啦吼。你对人，人无一定对你有义，这是现在台湾的社会更严重哦。你若是伫日本的社会，这就是较无安尼啦。所以这是我的经验谈吼。而且呢，一个人爱讲人讲人情的地方啊，你给人家好处。人家未必要就手下留情咯。这社会讲起来，你讲，哎呦，天会乌一边哦，乌一边嘛，乌一边，老天也听不到啦，吼、哦。所以一定要自己注意啦，吼、哦。
你予人好处，佮家己照顾佮，伊无一定对你有义、有义务、有义啦、有仁义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并且会在任何场合哈、哦、都是优美，而且面对不同的人时，你要采取不同的策略，这足重要的哟、哦。人讲见到人讲人话啊，好、哦、啊，咱七月咱卖讲迄种的啦，咱卖讲迄种的啦，啊，就是讲哦，见到什么款人啊，讲什么话，去迎合人家哈、哦，让他听起来会喜欢我们，迄足重要的。但是你对伊自卑咧，不要超出自己的力量啦。有时啊，人讲安那挂肉红只嫌臭臊，你要挂无？无需要，拄啊好就好。啊那无吼，身边啊笑笑就好。咱嘛卖甲伊讲断绝来往吼，让他以后知道我们的重要。恁吼，迄讲做嘛有外敖，你才知吼。安尼对唔对？吼。慢慢来，一看就知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吼，爱不同的策略，袂使一成不轮，安尼一成不染的讲，每一个人拢用这套去，袂通的吼、哦。因为吼、哦，人讲吼，一样米饲百样人。阮朋友讲，一粒米饲百外人。我讲，安尼唔对啦，得足大粒，无要饲百外人，对哦。后壁奇怪的代志，吼、哦。随身附和，千万别成为其习惯啦。你人若讲啥拢顺人吼，安尼嘛唔是一个好，忙成习惯哦。为了和上司站在一起，同一个阵线的对吼，跟上司保持一致，但别看，别想要私下提醒上司，做好正确的领导方向和决策。虽然呢，咱的人拢是马屁精较侪啦，对不对？足侪人马屁精哦，但是你随时拢总逐项甲应好，嘛会使甲你的顶司害害死呢？哦，你逐项拢甲学落嘛，啊，拢听伊嘛，这样不对。但是你要反对咧，你袂使甲上司的面头前哦，啊，你讲安尼唔对，啊，你完蛋啦你。哦，差不多要回家吃自己啦，嘛袂使遐刁滴啦。私底下，甲你讲你领导方向跟决策，上司失败批吗？批夫有责啦。你那是你的顶司咧，你逐项拢甲学了。哦，你足敖，你足敖，哎，马屁精吼。啊，即个每一个人，因为每一个的人无十全十美。他不对呢，你硬为了拍马屁讲伊对，害伊做了歹的决策，你害死这个中官，还害死家己啊！所以也是我们的责任。但是你要甲讲伊无好的所在，爱较细声，压贴的所在，长官，咱安尼敢较好？安尼敢无较好？你袂使讲哎，那你安尼唔对，你安尼唔对，安尼包死个啊！吼、哦，所以这拢袂共呢吼，啊，做人真啊足歹做的，含讲话都大细声过分呢吼，所以吼、哦，真艰苦啦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要做一个上司的好帮手，毕竟工作是生命的共同体，咱是生命的共同体，所以呢，但也不能指挥或勉强上司，你一定袂使甲用上司用指挥的啦。啊，用批评的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不要忘了你本身的身份或意见太多，忌讳的对吧？哈、哦，那就可就吃力不讨好，你就是袂使讲，咱要甲伊讲好处，互伊有成就，会当得到好的、搁较好的政策甲意见的时阵，你也要。选择时间、地点跟心情，去好好甲伊讲，因为一个事业的成败，大家都是生命共同体，
袂使马屁精，逐工干那一直学咯学咯，啊，走去水沟啊落啊，讲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啊，好到两个都没投入，吼、哦，安尼对唔对？吼、哦，这足重要啦吼、哦。没有意见也不好，说足无措哈、哦，完全失去了干练的形象，可以试着独立去解决问题，即使是。最终的结果不那么理想，也是要锻炼，只要有心就可以找到窍门。如果你是一味的寻找别人的帮助，使你问题解决了，自己也没有进步，给大脑一个思考的空间，你就是袂使什么拢依靠别人。如果你后摆要做主管，我跟你讲的，来报告一处，你就录音起来，你不要老是叫人家来报告，吼，安尼你会闹鬼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吼，你的脑筋会动一动，家己也是，所以袂使所有的代志拢去依赖别人，给自己有一个思考的空间，哈。所以这足重要，依赖别人是一个歹，你家己袂进步。而且各样看无现呐，这足重要诶。该依赖人的时候，你嘛是要表示这是我诶，但是你足欢喜要来甲我斗三工，其实是家己袂啦。吼、哦，要有那一种能耐，你一定爱有迄个指挥能力。吼、哦，你若讲照靠嘛爱照，甲真好看。哦，这吼、哦。我看你来做较好，咱袂使讲这我袂晓，你来做啊，对袂？我看起来你对这样足专业，你来做可能比我较好。啊，甲学了伊就做甲流汗嘞吼，啊，咱就带遐凉啊，哎嘛做甲欢喜个。所以呢，咱虽然是讲依靠人真好，唔过那有为人摆眼色给你看，讲你做给我看。长官，我不会，你先做了，你就闹亏啊！吼，所以一定要家己嘛是讲，一定爱有义务起来啦。吼，咱即马去，咱要做官，你要想好你将来要叫哪一个单位来上班。吼，咱虽然有够有一个专业训练哦，但是我提醒大家哈，你想后摆啊要来做对一行。你对这个单位来服务，你先买美书来看，去向你朋友学习也好，一定爱有这个准备啦哈，有备无患啦哈，抱怨不离口。咱伫一个团体当中，每天都在抱怨也是不行，除非真的有事情哈，给自己树立一个怨妇形象。抱怨是无用的啦吼，沉默是金，让人得到很难相处。啊，两人呐，人啊，逐工跟你做伙，你都垃圾滴滴倒滴滴倒倒，甲规耳甜甜，吼人哦，焚化炉烧无烧未了，吼人第二遍，你若要来找伊的，讲我无用啊。吼，所以讲，我们一定要有正面的思想，见到人不是老是在抱怨吼。啰里啰嗦，人哪会去嫌？这种个性嘛是足侪人啦吼，吼啊！除非你真正有问题，讲会过就好啊，安尼，吼啊！所以讲，咱无人愿意听别人无休的抱怨，怨天尤人，不如奋力改善或改变自己。吼，就是讲爱改变家己啦，别人甲你听听就好啦。可能嘛，未替你决定代志，所以你讲呢，负面会很多，包括你家己的心情嘛会无好，啊，而且人别人嘛听甲会烦死。在我们一个团体的当中，切记有这种个性的人呐，哈，啊，所以讲，如果你有不满和牢骚了，哈，就做个选择，要离开。到别的地方去宣泄情绪，或者留下
停止无端的抱怨和抱怨不休，不如改变自己。咱就是讲袂使，你若一直感觉无法度处理，你就只好离开。袂使吼，东东西西像一群人出来讲加五四三规米拿，有路用无？有补一次吗？啊，一天讲负面的，一天到暗，只有说人家的是非，会有进步吗？所以无必要，足侪人有这种的毛病哦吼，包括我以前嘛是，我被欺负啊，足个讲道，到甲阮的老师讲啊，你吼若卖道，成就会较好。我讲安尼哦，讲也有代志哦。我无堪伊冤家就足好啊，我就足好忍耐啊呢。堪讲互恁分享，我甲讲分享我的痛苦。安尼恁啊，恁啊讲袂使哦，好啊，无卖讲啊。安尼伊讲，当然嘛袂使，吼、哦，因为你一直讲负面的吼、哦，那个磁场拢无好呢。你家己身心也不好，人听到也不好，然后别人听到你在讲他的时候更不好，啊，就下到第四件，讲卖讲上好啦吼，所以爱把这个功夫嘛要学起来啦，吼、哦。别人的机密不是自己的面包，就是讲你唔通足爱知影人的秘密啦，知影人的秘密是何？唔是好诶所在啦吼，是讲老板的秘密吼，你会当躲开？咱来上司为你讲啥讲啥，还是别人的秘密啦吼？唔会使问，除非是伊家己要跟你分忧，还是家跟你自己没关系的，知道别人的机密反而麻烦更多。别人的隐私只能听不能传。更不能打听别人的隐私，成为一个习惯啦。所以人若在讲吼，因两个在悄悄话，咱若话来吼，惊边啊去啦。听到吼，伊在讲伊的选择唱地堆，我明仔载碰见讲，你迄阵有哪话来，你有哪分？吼、哦，这代志大条啊呢。吼、哦，上好人若在两个在悄悄话，咱惊较边啦。啊，上司伊的秘密，伊若无要予咱知影，咱也卖共探听啦，对无？这也足重要，伫伫团体内底，这个很忌讳吼，所以卖去知影别人的秘密。啊，别人的秘密哦，我有一个防止的办法吼。人来伫甲我讲，敢那你尔呢？别人我袂讲，我讲啊，你甲几个讲过啊？无一定，别人伊毛讲安尼即句呢？我敢那己讲无甲别人讲，啊，搁甲即个讲，我敢那己讲无甲别人讲，结果别人去老小秘密，我有代志咧。我讲你若有甲别人讲过，还是后摆搁有想要甲别人讲，最好拜托你莫甲我讲，我较无代。吼、哦，迄莫去听较好啦，定定迄冤枉的呢吼。哦，这就是面包啦，卖当作你的面包啦，处处找借口，就是讲不敢承担责任吼，啊，反而勇于承担责任是自己变优秀的法宝啦。咱就是讲，唔敢去承担这个责任，咱若敢去承担，像我拄啊讲的，我会使出来做副会长，啊，这个。这种优秀的发布哈，工作上出现哈失误，大多人总是会找借口。工作中出现失误，不是从自己找原因呐、啊，但一旦成为习惯，所以讲做这代志都是袂使就找借口啦。我嘛是有一遍教训哈，讲去东京啦哈。啊，咱去拜靖国神社啦！啊，我坐一个，我上脚无啥好势啊！啊，就赶迄个游览车，赶无啥到，大概用等几若分钟啦吼！啊，咱的大神讲啊，那坐无着游览车的人，家己叫计程车去。我讲歹势，是的。啊，我坐这都年岁较济，脚头吼无较好。
边啊，就有一个咱的同事甲我讲，唔对，就唔对，免理由遮多。啊，我就学起来，啊，这都有影，是的。我讲是的啦，啊，咱就是好朋友，我唔正会讲，啊，那无得讲是的就好啊。啊，我嘛搁甲回倒转啊嘞吼，那个是技巧啦。啊，结果吼，四五天日本转啊，讲甲俄罗讲，哦，我唔知影吼。啊！你的脾气太遮好，我甲你大声，搁你袂生气呢？吼！我讲我生气都袂好，我心啊上惊老娘，我生气会老气呢？要哪会好？对无？为着你，我生气，我老棍啊回去嘛袂好啊。所以吼、有时啊吼，不要找借口，唔对就唔对。有的人真正无爱和你讲道理呢。吼、人日本人是靠迄个习惯，啊，咱台湾人吼。硬学嘛，要学到赢，对无？啊，我无学嘛是风险着呢，但是我嘛爱改进，迄拢伫个经验学来的吼。啊，工作变成没有效率，啊，找借口拢是唔好诶，吼，对，不容易成功吼。一山还有一山高吼，以为别人不如你，啊，能力强的人吼，也千万不要目中无人。否则不久将很快被大家失言或超越，而且被超越下场也将十分难堪。就是讲吼，咱即阵看起来，恁的身躯边、咱的社会、恁相处的地方，这真正这点啊，足重要。为人吼，真正不可一世啊，足骄傲的啦。会当讲恁逐工都会当看到，啊，迄是呐教育的问题。咱若为只查某教育去吼，后摆咱的囡仔拢卖教安尼吼，人爱谦卑，要有礼貌，一定都袂安尼。我拢讲警惕讲安那，大甲袂穿网打击啦，因正袂穿网打击呢。即阵吼，咱来反叛，想要篡位遐人吼。大家有够大无？台湾民政府里面很大了呢，敢那整根以外都是很大呢，啊，又要大到哪里去？搁较大是要予崩破哦，实在是家己爱谦虚，你能力多少，咱一定要惜福啦，爱感恩啦。感恩人甲咱栽培，咱有遮大个官行做，福报一定爱积条咧，唔好未穿网打一大家家己自己爆炸哈，就把这个福报报销掉了啦，安尼真可惜对吧？所以咱若有教育的囡啊，若有修养的囡啊，品格道德若有的囡啊。一定不会做这种事。人唔是讲读册读足济就会哦。读册讲愈读愈册啦，读伫脚只拼一大堆啦，对无？古早拢嘛讲读个脚只拼，较早用个三角巾啊、白咧啊，拢摆脚只拼，做个凶脚只拼吼。咱吼一定爱家己惜福，咱今仔日会当来做到啥物？我拢讲唔是我搞呢，阮呢老爸老母，阮的祖先祖德介好，我今仔日才会当徛伫遮，我非常感恩秘书长给我这个机会，你讲对唔对？所以呢，我会好好珍惜这份福分，与大家共享，啊，咱互相鼓励，互相扶持，对不？后摆我袂，大家。暗中拜托的，甲我加一个啦，安尼好无？好、上师是永远的发光体，咱这足爱注意哦。咱若去到地吼，足济个哦。啊，咱上师徛伫啊咧发言吼，足济人吼，讲比较大声，啊甲足济个即个目睭拢投射到。转到他旁边，这是非常无礼貌的代志啦，吼！所以咱的上司是咱永久，咱爱甲尊重的，吼！你无论讲
日本人同款，伊做大官，伊个囡仔去到所在绝对袂使叫爸爸，小共叫伊大官个称呼在称呼，袂当讲你吼，你着特别较优待。啊，你去到一个爸安尼吼，绝对袂使吼，咱尊重上司。咱的下属才会尊重我们，伊才会敢尊重。咱在做，唔是天在看了，下骹的人嘛在看，伊嘛在学，所以咱绝对袂使超越咱的顶司，袂使无尊重，这是足惨的吼。在不能在职场撒野耍老大，大公司不是你的家，嘛唔是你的亲人。他不能包容你，所以讲，咱这嘛是一个政府机关哦，吼，人袂当甲你包容，你的同事凭什么买你的账？如果抢了他的风头啊，吼，那大不敬，真正是足无礼貌的吼，没有循规蹈矩，上下不分，不怕高。正主，不论古代的、现在的，拢是大忌。吃不了兜着走，为了自己比上司还有能力，是最愚蠢的啦。绝对袂使伫公共场所去表现讲我比我的上司较牛，尤其是咱台湾民政府呢。先去吧，先排，唔是讲较牛的排伫台前呢。像我的，我看到咱的秘书长夫人吼，我一看到，哦，啊，这哪会气质这么好？我讲我这块给你好不？伊讲我什么都不会。我好，我问几啊遍，讲什么都不会。我想的心肝来，结果作准呢。我你什么都不会，你来这是要做头家娘吼？啊，结果外准的吼，真正要做头家娘啦吼。他说什么都不会，我说我这可以给他比较适合，因为他留美的气质好又年轻，哎呦貌美像芭比娃娃，你们都有看到吗？不是我黑白拍马屁的哦，所以说不要想说你会向前，虽然你的中观较美，你也不要去展现你的才能啦。哪一天你那帮得上忙呢？你的中司在未晓的时吼，你暗中去甲相助，功劳小工去挂予伊吼，我相信吼，你吼保证升官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甲绕开吼，爱自己走路啦，较牛嘛袂使点，因为安怎人各有命呢？人伊的命都红白命。你虽然比皇帝较牛，你嘛袂去点比伊较牛哦。你会当甲辅助尔，王永庆该掼皮包啊遐拢扑死扑来呢。你敢会当讲头家你闪，我做对唔对？无多人有迄个命嘛，对唔对？一定要尊重这个人伫这世间吼，你不懂这个很吃亏啊吼。这什么人？咱的精神领袖，咱的秘书长虽然吼，伊足谦虚的哦，伊无爱做上大，做咱秘书长，但是伊是带领整个台湾民政府所有的人，以后是带领台湾走出这一条路的台湾曼德拉啦，伊是咱的偶像，对不？咱敢是讲咧对一个什么台湾政府对一个人啊？咱的秘书长论述到目前为止，敢有人有法度甲伊讲赢伊，还是讲去甲反驳掉？有无？所以这是咱的偶像啦，吼，嘛是咱的领导人呐，真正的领导人，我们要看清楚，你莫对唔着人诶哦。足济已经对唔着人去了吼，爱对这才对啦。人伊读国际法，论述是他，哎，告美国也是他嘛。
啊，高等法院判下来是判他嘛，吼，给他的嘛。啊，别人可以代替吗？我欠你钱，我爱还你钱，爱还哦，你我讲还哦，伊就好啊，敢会使？对啦，拢胡说一下，所以讲哦，牛头无对面，你敢知？吼、哦，来，抢劳不抢功啦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咱。 赐表其功吼，要学会明哲保身呐、啊。就是讲，免遭妒忌，让别人把你当成自己的人，并不是一举两得啦。咱这就是讲，你若是表功的时阵吼，一定袂使予人嫉妒啦。你伫遐咧典礼功劳的时阵吼。 有时啊，人足侪人都看袂惯势，所以功劳不需要自己去标榜。你要功劳，话搁较谦虚讲，啊，无影无影拢你话，我迄个老师吼、哦、是三科二个啦，是局长做甲无爱做个局长啦，伊修行修甲足好啦吼。伊就讲安那，即阵高雄市个几若科人个大部分拢较早伊提拔。 或是他的下属，伊吼拢袂抢功，啊人若讲吼要推荐谁吼，吼伊拢袂推荐自己，拢推荐别人，所以吼、哦、人非常敬佩，所以抢功的吼，毋是吼，毋是讲一举两得，绝对会对自己有损伤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讲有时啊。 那别人会晓，你都唔免一定抢功，你去做啦。人也袂晓讲，啊无我做看卖，无定恁做较好，啊我试看卖啊吼。卖讲，哎呦，恁拢闪边啊啦，我来就好。哦，安尼吼，不可一世安尼吼，可能吼较无啥适合啦吼、哦。不要做出头鸟啦吼、哦，人讲蛋打出头鸟，对不对？ 啊，那迄头扑起来吼，啊，拢去互情绪拍着嘛吼，所以爱秘密较好啦，吼、哦、啊！遇到事情喜欢冲在前面吼，我以前有哪方讲过呢？讲，迄落吼前浪推，后浪推前面，啊，你前浪死在沙滩上，我讲啊，我都安尼哩，我若发枪就枪啊吼，我比苏贞昌佫较枪呢吼。 爱讲我的实在沙滩上，好加再到即摆还袂死咧，吼！有人甲我警告呢，我着做热心咧，加报着对啦。啊，若话讲拼着开始拼吼，做出比别人更厉害的架势吼，何往吼脱颖而出吼？每一个人的心愿，大家拢一定爱去表现嘛吼。但是呢，爱出风头，没有把握的，往往会给自己带来麻烦。 你若无拔拔拔拔个咧，去抢功劳，一定会落亏，啊落亏得，民主扫落地啊！吼、哦，所以没有把握的事，咱莫抢出头，不要做出头鸟。啊哥，而且袂找家己的麻烦咯、哦。即卖的人哦，足奇怪的啦。我若讲到遮吼、哦，平常是拢无奇怪，毋过呢。 咱台湾的社会，就是乎你感觉足奇怪，你一定都会受伤。每天都有争论，哈，要低姿态来呈现，谦虚要低头，在碰到别人的错误时，你爱你动作无输，袂使人若做一点啊唔对，马上把人家疮疤挖出来，哈。 哦哟，你这安怎都安怎吼？我觉得后摆啊，咱拢总要互相保护，去互相鼓励，袂晓咱去甲合作一个甲家者嘛，忙到伊个开安尼吼。咱绕咱个开，互别人看掀脚底皮，互看是唔对个啦。因为我们是生命共同体，大家都是没有经验的，尚有经验。 阿扁啊，讲伊嘛没有经验，啊，上捌做过总统，过来做总统呢？除非就是连任嘛，对不？无每一个人去做啥，拢嘛毋捌做着，吼、哦，所以没有什么
没有什么讲错了哈，就是讲卖一定哈，大家认为你有风度、有修养，你也无去讲这枪疤，啊，搁改讲无要紧，安尼搁安怎用就好啊，所以伊袂感觉足尴尬，啊嘛对你有好印象，啊，这就变做你的人，你若去甲嫌吼，啊，搁甲吐槽吼，一辈子都是恨你哦哈。 哈，啊，有老人知识且老人的智慧，要相反。如果你高调诚信吼，拢定定高调吼，哎，发现人一点点错误，你就大声小叫吼，啊，甲人讲吼，啊，这人表示你无气度，斤斤计较，别人呢，慢慢啊会离开你，伊会感觉你这个人吼，无度量，熬计较。 所以，伊绝对袂做你。